BTS 的队长 RM 日前开直播与粉丝交流，然而当天他竟自曝眼睛上方受伤了，甚至还缝了五针，让粉丝们超级担心。只见当天直播上 ，RM 眼睛周围贴着 OK 绷现身，接着他也向粉丝说明自己的伤口，表示在拍摄的时候因为跟摄影机靠太近，所以被摄影机扫到，然后就裂开了。之后也马上中断拍摄，去医院缝了五针。在听到 RM 受伤后，粉丝们都表示非常担心，而贴心的 RM 也安慰粉丝没关系，已经缝了，所以都好了。但现在还能看到淤青，可能会留疤。接着为了好奇伤口的粉丝还特地靠近镜头给大家看，而 RM 受伤的原因公开后，粉丝们也心疼，表示一定流了很多血吧，希望伤口能好好愈合啊。